嗨，我是陆克，今天继续来聊聊《神剑闯江湖》合作。这几天我有整理出几个跟《神剑闯江湖》合作有关的问题，我会统一在这部影片分享我的想法。先讲前提，如果对这个 IP 没有特别有爱的话，其实不用催眠自己，没兴趣的 IP 可以不用硬抽，加倍十连捞几张二奖就可以收工了。下一集独立似乎是机械族，喜欢机械族的玩家可以再观望一下。在观看这部影片之前，建议先看我前几天出的《拔刀斋与斋藤的前人解放简评》。这部影片会延续当初简评的论点，做更深入的补充。先看到投资相关的问题，首先是第一题，剑心提早出货，要再保一张吗？这种问题几乎每次卡匣都会碰到，唯一例外是天选卡匣。在前几天的石头规划影片中，我有提到，以现在环境而言，这种问题我一律都是回答不要。然而这次的情况有点特别，因为剑心能解脸成拔刀斋，这本质上就是不同卡了。如果石头存量在200颗以上的话，我觉得15抽内保出来不过分，剩余抽数超过15就不用考虑了。15抽也就是75粒石头，能有什么价值？累积两次就能保底一张独立大奖，这价值够高吧。再来是第二题，石抽哪几张要复制？我觉得都不用，特别是肥婆。这次肥婆只有在合作队伍有用，出队打工的价值非常低，不像上次舅舅合作还有波鲁纳雷夫跟花金院这两张泛用度很高的肥婆，哪怕是这种等级的肥婆都不用复制了。真要考虑合作队的话，勋是条件 CD1， 复制是要干嘛？这问题可能要由剑心来回答。会是自带加速功能的还原碎裂，以还原碎裂来说，开机频率不会太高，以加速角来说，与其放两张加速角，不如放其他定位类似的卡去分担压力。另外两张肥婆本身使用率已经很低了，更遑论复制。至于稀有卡的话，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硬抽。这个段落要讨论的主题是投资，因此这问题会对应到哪几张实抽值得抽复制。如果问题长这样的话，我觉得都不用特别去拼。如果你加倍抽一轮，不幸抽到一堆复制剑心或是复制二奖的话，则会对应到下个段落要讲的内容，也就是取舍相关的问题。最后看到取舍相关的问题，首先是第一题，三张二奖的优先度。这个问题真的让我头很大，不管是前天的影片还是昨天的代抽，都有超级多人在问这问题，然后会有各种辩题。个人建议二奖顺序这样流，第一按斋藤，第二先放着不要动。以这三张二奖来说，按斋藤会出现在各种队伍，水斋藤会是正确队长的先发，左之助会出现在某些懒人速刷队。第二顺位真的非常难排，水斋藤的设计太过特殊，因此才会碰到我评分标准的盲区。这题还能细分成三种情况讨论，考虑的点跟你手上的二奖数量有关。如果你只有一张二奖，那我觉得优先留暗斋藤比较好。就我所知，这次合作有很多人的目标都是暗斋藤，那我就顺便给个数字吧。目前正值加倍期间，两张二奖的几率都是 10%， 一抽没二奖的几率是 80%， 十连完全没二奖的几率是 11%。换句话说，平均有 89% 的玩家能在一组十连抽捞到至少一张二奖。11% 的风险固然偏高，但如果把抽数拉到20的话，就有约 99% 的几率能捞到至少一张二奖了。保留暗斋藤的理由，在前几部影片已经提过了。如果未来真的要用到水斋藤，那你到时候再前解也不迟。前解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是无法将水斋藤换成暗斋藤的。再者，二奖互换是合作期间才有，过了合作也换不了。然而，前解却是无限期，你想前解的时候就前解，跟档期一点关系都没有。保留未前解的样子，能让我们有处境上的优势，我们有足够的选择权，能做出损失最小的判断。如果你只有两张二奖，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到的结论是等梦魇级。合作当期的梦魇级通常会是该合作大奖的高光，而且在前一部影片中我有提过，这次合作梦魇很可能会做球剑心，其中队员非常有可能会用到这三张二奖，建议先不要急着换，等看完关卡资讯后再决定要留哪几张吧。其中左之助又是个很特别的例子，这张卡条件 CD1， 而且技能组跟剑心重叠很多，因此会对应到两个结论。首先，复制零价值，左之助的队长技都会左之助，但如果你真的要持续血都很高的人类队，强烈建议你改用这个白痴光人。再者，左之助的技能组对于剑心来说必要性很低，但它是条件 CD1 的定版，因此可以懒人速刷一些关卡。这个队长可以是雪莱，也可以是其他全牛棚队长，甚至是剑心。对，剑心也算在内。必要性低不代表用不到，当初月亮队伍的金星就是如此。如果这次的合作梦魇也是所谓的一些关卡的话，到时候可能会看到攻略有着满满的左之助，因此我建议先别急着换掉。这两张卡真的超难选的，左之助是必要性不高但用起来超级无脑的队员，水斋藤是很挑队长，但满足条件的话是 A 加级别的人权解盾角。当然如果你有三张以上的二奖，那你基本上不用烦恼，留各一张就是了。除非三张都是佐治柱啦，那你就只剩继续抽或是任命这两个选项了。其中水斋藤跟暗斋藤的技能组很接近，反过来说就是两张都不需要复制。逻辑很简单，今天如果你需要解锁，下一回合又需要水斋藤的定版，水斋藤固然会过劳，但你可以先开暗斋藤去解锁，要水斋藤定版的时候再开水斋藤。
水沙城的发挥很挑队长，今天你敢让他入队，代表队长是剑心或是雪莱这种不怕副作用的队长。既然如此，他就是一张条件 CD4 的超神辅助，在雪莱甚至是条件 CD2， 空窗可以靠其他角色去补。加倍时抽一轮，通常会拿到一堆二奖。当然，我之前也提过，合作二奖这东西是有低几率爆死的。姑且不论这种情况，二奖在三张以上的人，我相信不在少数。第四张以后的二奖都留着会比较好，不用浪费音符，也不用浪费魂宠。再来是第二题，剑心要前解吗？这题也跟投资无关了，会问这种问题的人代表手上有剑心但还没前解。如果你只有一张剑心，我觉得留着没前解的样子会更好。如果你有两张以上的剑心，第二张剑心可以前解成拔刀斋。以剑心全火配置来说，下礼拜的地狱级也就是雷石泰，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招的技能组全点辅助，要直伤有直伤，要刀伤有刀伤，还有所有木定板并自带记忆盘面。剑心这张卡 CD6 对武器自带加速，自备双剑心固然是可以无限开，但剑心的属性定板也不是无敌的。雷石泰不仅能补上这个空窗，更能吃满队长技的倍率，更别说剑心身为一张火人，他本身就是赢在起跑点。毕竟火属有贝德维尔跟乐乐这两个黑科技，如果真的要考虑全火配置，你又想连开剑心的话，靠乐乐会更泛用。把乐乐放在第二格或第五格的话，其中一边的剑心就是条件 CD2， 还能吃到亢奋状态的一堆优势。个人觉得，真的对合作 IP 很有爱的人，再考虑复制合作大养这东西吧。就我看来，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别人玩战车很爽，但私底下继续用林黛玉无脑速刷，或是看别人表演复制合作大奖能速刷某些垃圾关，但碰到真正的高难度关卡的时候，一样乖乖改用黑金去推。石凤凰流光在二级刚出的时候，复制五条老师不知道跑去哪了。迪欧梦魇级刚出的时候，复制五条老师也不知道跑去哪了，是跑去找树牛泡茶了吗？还是身体只剩一半所以跑不动了呢？以实用度跟保值性来说，真的不用对复制合作大奖有太多期待。最后是第三题，可以退化我的拔刀斋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有两种解读方式。以第一种解读方式来说，不行，前人解放是不可逆的，工会洞窟的退化关卡作用对象只有进化或者卡。以第二种解读方式来说，下次记得别冲动。不过我能提供一个相对应的配套，就是让他去当雪莱的队员，战友选择剑心，队员放一堆神剑闯将物合作角色，这队伍玩起来真的超级爽。其中拔刀斋主要的任务是条件高爆发破冰图，以解盾能力来说，雪莱队伍既可以无视固定连击盾，战友剑心能处理无鼠盾、弓前盾与反手削盾，追击灵化可以靠雪莱记忆直接点掉，连击相等盾可以靠雪莱记二，基本的解盾只剩拼图盾没得处理，拔刀斋就能胜任这个任务。让拔刀斋当队员的情况，一样会挑敌人的种族，也一样会有越杀越爽的队伍技。毕竟在敌人是人类的前提下，拔刀斋的专属武装能提供额外 1.5 倍的增伤。今天我拿机械金融做测试，进场单开拔刀斋可以打这样。我认真觉得这数据很浮夸，我让了敌人种族，让了越杀越爽的背弓，甚至连雪莱力战模式的加 C 都让了，这队伍用起来真的很爽。如果你已经前解了剑心，却觉得拔刀斋这个队长不好用的话，我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配套。以上是我整理的常见问题，如果喜欢这样子的简答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